不错，70G 的37G 吧，37G 就有80G 的班尼特了。看来他是懂行的呀，知道流水的辅助贴大了 C 啊。我去，点球箱，你这国家队直接起飞了。还有一斗，二暴击，二元素精通加成，二元素精通，精通没啥用，不错。剩余物质浅升了一下，那我就先给你看你有没有氪金啊，我要检查你，检查一下，应该没有。双倍，果然，给他送张月卡吧，给他抽过钱再送月卡，看他到期有没有开啊。他攒了十连抽，不知道想抽啥，建议胡桃或者叶兰呀，两个都很强。其实他俩都是同一级别的角色，但是同一级别我更偏向叶兰好一点，因为你只要有叶兰，随便上个角色他都是 T 零，只要会普攻，对吧？而且跑图还嘎嘎快，当然胡桃也喜欢。哎，很难抉择嘛。啊，我有毛病啊，我又来错地方了。哎，脑袋被磨损太严重了。在这儿，御神签，一般萌新都是第一次来。凶，哎呀，不行，这完蛋了，是不是凶啊？我感觉是凶啊。难道我今天注定一张大凶啊？内心空落落一天，这怎么办啊？那按照规矩不能送月卡大凶啊，所以，但是这个不算，太萌肯定是看错了。哎呀，算了，他有，他是有能力充月卡的，那咱们就不要当老好人了，不要当大冤种了，还是按规矩来吧。堂堂正正的赢回来，没事，我们跟他搞一下号，他依然很强。我觉得无论如何，你只要点秋香三个养好了，哪怕四星爵的伤害也很高。至于武器的话，这把武器升到60G，就不要再升了，咱们锻造一把白影剑不香吗？对不对？看来今天你们运气不行啊，都没有在我这边拿走月卡。他垫了70发让我抽雷神啊，你这个想法我只能说非常的明智。虽然说3.4版本的角色很棒，但是相比于雷神的话，雷神肯定更好一点啊。你直接国家队就出来了，来吧。他垫了70抽让我给他抽一手雷电将军，我们看一下是小保底呢还是大保底呢。来吧，好吧，如果歪了送你张月卡，行不行？哦，他是一个小保底啊，晃龙一斗，来吧，你有国家队，我的建议是胡桃不如雷电将军，因为胡桃他需要盾嘛，生命值越低伤害越高。至于雷神，那就可以非常猛。来吧，兄弟们，把你们的欧气借给我吧，十连直接出金，好吧。OK， 浩者给我发的消息说，垫了70发，让我给他直接抽雷神。那么今天剑九的欧气能不能给他抽到雷神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他是一个保底，小保底，直接雷电将军，直接拿下雷神，不错。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他出现一手双金呢？对不对？有没有可能？好吧，没有可能。你评论区我看到有一个人打提那里了。哎，其实小提的话他也不错，挺好看的，而且伤害还强，而且是非常尊贵的曹系，不亏。送张月卡吧，这次就没办法逃了。大凶啊，我就觉得大凶不能抽卡，你看。哎，好，放心吧，兄弟们。来，太幸运了，一个幸运的小萌新。啊，他让猎车长，咱们家的唯一的一个猎车，不是唯二的榜一，那个不是我冲的，姓李，就是那个大航海第一的。来吧，100%能抽到雷神了，这一次赚了一个小题，一个大保底，六不六，六不六，我也没想到。放心，今天萌新肯定是赚麻了，人生赢家。
希望以后大家也能抽到你们呀。列车长大气啊，老板大气，这才是真正的。这个小萌也挺幸运的，因为你难得看一次直播，下次你可以多看一点啊。到时候咱们家直播间兄弟们就受益了呀，对不对？这才牛啊！沙罗不错，当然满命有点悬，不会抽不了金吧？我靠，大保底，他80抽出金，我抽了多少次呀？完了，雷电将军直接跳过，不行，仪式感必须要走。他怎么歪？你给我歪七七，大保底，无所畏惧，好吧？雷电将军，续成名一梦的雷电影，不错，这小萌新挺幸运的。来，那么你这国家队直接有了，先试一下你这个队伍的伤害。你说连个啥都打不过来着，跟管理员说的。走位，追不上我，已经麻了。是的，这打到还没好啊。鬼王游行，统统闪开！不错，伤害有点低。点球呢？无念无想，一脚断绝。你只用点球枪这三个阵容，你就嘎嘎猛，巴尼特大招，降临大招。哎哎，我操！哎，他没击飞我呀！快跑快跑快跑！给他养雷神国家队！哎，完了完了，伤害的确有点低啊。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，有点东西但不多，赶紧跑赶紧跑，伤害很客观，直接来个雷电将军，点赞哥，点秋香，秋是行秋，香是香菱 ，OK， 国家队，这萌新要幸福死呀，萌新就有国家队了，爱了爱了，来雷神。新手长枪，其实，这实在不行就带他吧，你给他让萌新去钓鱼吧，我想给他养的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好看的武器啊，没有好用的武器啊，钓鱼你钓也一天就上来鱼叉了，然后。就先用着这个吧，毕竟队伍中所有元素能量上限的总和，每一点是装备的角色元素爆发伤害提高 0.12， 最高提升 40% 可以用，不错，非常珍贵的一个武器，40级够玩了吧？不够，40级的话有点悬，但是这个东西可以换，然后天云草石的话也比较好找，还可以再升50级，可以了，50级够用了。非常不喜欢打雷音权限，因为干不过。拜尼特那个雷神，对，雷神的话，除了武器等级低一点，没事可以突破。今天给大家看能不能小毕业了，就是幼儿园毕业啊，就是能玩，能玩就可以了，我觉得。所有的资源都给雷电将军吧，给他不亏。没关世界，挤不进去，哎，没关系，下次你就能进来了。这次没进来，快把萌新的鱼钓完，太过分了。没事，这把武器可以用，但是一定要保证充能，那个是充能比较低，被动好用，被动是根据元素能量提升大招伤害。周三开。秘境暂未开放，今天不是周三吗？今天是周五啊，明天周六，那大招天赋只能是一级了。没关系，一级照样有400的倍率。圣遗物放一边，接下来武器看能不能强化一下。唯一的一把四星武器，这个好像很难升啊。这个可以换，拉满，无脑拉满就行了。这个也拉满。然后这个面具的话。哎呀，这个面具的话又开放不了，我真的是，我自己不舍得充，但是给粉丝还是舍得的。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没必要，因为它可以去那个
可以直接去打的，就没。大家不要向我学习啊！疼疼疼，是哪里？来吧，武器给他突破一下。五十级才加8.9%，这武器啊，我没用过。哎，给他打打咒本吧，先把咒本给他嘎了。